等你清完的时候再回线上，基本上就已经刷好了，和那些100秒的不同，90秒要快很多。 开玩笑，哥们儿，老鼠小绝活，60%胜率呢。 怎么回血这么快啊！我操！疯了！虽然我刚刚没 A 他，但实际上我是打了他12%的血的。 因为他要回12，我没让他回，所以相当于打了他12%的血。听懂掌声。拿了个蛋的。 现裂开了，操！回了。是的，只有德莱文拉一点，其他都。
这么亮的光，你要怎么瞄准？ 回家，回家。比较拼那个意思吧，对线的时候，操，没有怎么拼，不怎么拼操作的我更喜欢打团，打团厉害一点。 拉索大招90秒，等你清完的时候再回线上，基本上就已经刷好了，和那些100秒的不同，90秒要快很多。不要相信任何透明的液体。 差一点，我操！还有这人买了个那个，买的是他妈明朗鞋。不过他不买明朗鞋，我感觉伤害不对，我也不会那个了，不会跟他 A 的了，我直接闪现跑了的。还是得要破败，没破败伤害不够。 浸泡在污水里，然后让他们。我马上就会出现在他们面前。真好喜欢 RW 啊！我都打算躲，闪现躲他拿 2Q 了。他这不就 2Q 对我有威胁？ 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把自己给拉扯了？他 RW 我没用，我配 A， 一直 A， 一直 A， 一直 A。 蛮烦的一点是老鼠的毒约不了塔。 太阳光啊！
差钱呢？啊！你又想到我不用。 排位猎英雄我插，没有我那个，我没有那个，我看告诉你怎么玩，让我玩啊，操！ 三英战吕布。啊！拿不到头啊！你们这帮人头狗。 两件了，两件就有游戏体验了。别来动我，这减速啊，大招接破败再减速，他碰不到你，你笨的这英雄。